借由暖暖清水季，近年来都是大小朋友期待的戏水地方。今年的清水季将在29号开幕，一直到8月30号，让民众度过清凉夏天。2024的基隆清水季整个的时间就是6月29号到8月31号，整整2个月的时间。好，那大家非常喜欢去玩水的地方，它的喷水的时间就是每天的9点半到11点，还有下午的4点到5点半。好，那因为整个的那个清水的水池需要有整理的时间，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休息，然后我们整理环境的时间。记者会上公布今年清水季活动内容，除了可以玩喷泉，还规划一系列多元活动。很重要的一个清水的水的元素以外，我们还希望扩展我们大家来我们暖暖的时候做那个轻旅行，就是简单的健行啊，接触我们礁山的一些生态，比如去采竹笋，包括我们还有一些，因为我们暖暖以前是有很多的眷村的，所以我们一些眷村的美食啊等等，那就是在这一次有一些特色，还有当然我们的手作也很有特色。基隆暖暖清水季每年都吸引大批亲子前来消暑，除了可以免费玩水之外，还让游客体验暖暖独特的人文山水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